快退下吧，不然他要对你放大招了。臭鼬在放他的大招之前是会给你很多信号的，首先就是竖起尾巴拍地，前方有不明物体，让我再闻闻，不明物体还在。我劝你识相一点啊，赶紧退下。我再闻闻，退下了吗？这怎么还没退下呢？不会是来了一个狠角色吧？看来不放大招是不行了。我要崩你了啊，再说一次，这不是演习，你真的不怕吗？不怕那算了。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关于臭鼬的冷知识，它的尾巴根部有一个能代表它体脂水平的脂肪团，所以如果你在野外遇到臭鼬，就可以通过摸它的尾巴根部来判断它最近吃的怎么样了。